定要被勒死了！记住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！不行，没有工具根本扯不开这个绳子。救我！接住！我们被吊在这个天平装置上，必须用手里的气球互相传递，改变重量，才能让我们都有喘息的时间。但是怎样才能逃出去？你好了没？到我了。再等等。糟了，气球死掉了，我就死定了。怎么还有疯狗？要是被咬到就完了。接住。九九，怎么办？太好了，这里有一把猎枪，可是太远了，我够不着。求求你接住！砸死我了！这样下去，我们都必死无疑。必须拿到那把猎枪。有办法了，拼了！嗨！九九，你干嘛？可是枪里只有一发子弹，我到底是打疯狗还是打断绳子呢？